为着花卉社区充实消防救灾器具，鹿港地藏王庙30号捐赠一台空拍机以及火场摄影机等设备，予鹿港消防队，借此加强地方消防救灾设备，守护鹿港居民的安全。中华消防第三大队队长施顺仁代表消防二小兄弟致敬感谢状，鹿港地藏王庙捐赠空拍机和火场摄影机等器材，帮助鹿港消防队增添救灾力气。对于这个咱的消防队啊，今仔日来关心这个空拍机吼，伊的意义啊，就是咱拢知影水火无情吼，啊，咱啊这个有关的空拍机的话啊，对于这个人啊暴露罪人的。啊，是讲伫个用个火灾现场的话，啊，让我都通甲伊特别安尼，我都通照顾甲关心吼。啊，这对咱地藏菩萨啊，咱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啊，咱这个公益啊，咱拢在做吼。啊，伫进前个咱我那有600粒的这个个室内诶，这个消防警报器啊，嘛是咧关心吼。啊，这是咱菩萨啊灵感庇佑吼。啊，咱对这个啊百姓啊这种的平安安全诶，这种的来奉献吼。现场也来了真侪消防甲技巧同仁，以及鹿港地藏王庙委员做伙出席见证，为因个爱心义举献上上辛苦的敬意。地藏王庙的一个管理委员会哈，来捐赠我们鹿港消防分队有一部这个空拍机。那这个空拍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它有加装红外线的显像仪。那个是显像仪的作用是对于我们在火场救灾的时候，它可以利用高空。然后来分析火场的一个温度，那对于我们指挥官啊，在做指挥判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。那我们地藏王庙啊，对我们消防啊，非常的这个热心，捐助上一次也捐赠助警器500颗，那这次又捐赠空拍机还有相关设备将近大概有150,000哈。那我们也特别很感谢我们地藏王庙啊，对我们消防的一个热心。跟关怀，对于救灾救护能力甲配备需求真大，感谢有地藏王的善心支援，予鹿港镇的救灾救护能量再提升，共同打造鹿港安全、安心、安居的目标。中华新闻林桂英，鹿港采访报道。